下面有请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龚楠为我们演奏由陈密嘉创作的一首《长谷调》。这首作品也是在2013年金钟奖小型风格作品征集当中的参赛作品。乐曲采用了朝鲜族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，展现了朝鲜族人民的生活风采。有请龚楠和曲大卫登台。
Thank you.